本流行文化全面接触，一个纯日本歌的节目。日本流行情报，日本 New Culture。我就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Kinko 张丽锦。多多指教。よろしく。こんばんは。平时做日本流行情报咧，硬系就唔觉得似夜晚嘅，但系今日咧可能翻得嚟迟啦。一落地铁咧，发觉已经系乌天黑地啊，仲落紧毛毛雨添啊，冻咗几分嘅。好彩听咗呢一首歌之后，气温又再升高翻啊！长山杨子。就冇话净系香港人先至中意听外国歌曲咁啊，甚至咧呢一位嚟自日本嘅长山洋子咧，都改编就 Banana Rama 一首歌就 Venus。Commercial Radio。10月1日咧，已经出呢个红白嘅名单公开咗噶啦噃，你知道未啊？
睇翻，如果你咧都系一个日本歌嘅发烧友咧，一定知道呢个松田圣子咧已经系有份出席呢一个红白歌大赛啦。而其他比较大家熟啲嘅，仲有呢个岩崎宏美啦，仲有小泉今日子啦，咁啊更加有呢个齐藤由贵，佢仲系红组嘅司仪添啊！而家听松田圣子同我唱一首旧歌。すれ違ってくのよ迷子になった彼の心の中助けてエンジェル融合を勝ち入ったらこんな苦しい気持ちになる教えたいの内緒よエンジェルあなたのくれた羽愛のもとへと運んでくれる I love you, I love you 唇が照れてる I don't know, I don't know好啦，咁头先女歌手咧透露咗有松田圣子啦，有小泉今日子啦，呢啲都系大家比较熟啲。咁而男仔歌手方面咧，咁当然啦，近藤真彦啊、田园俊彦亦都唔少得啦，更加有呢、這个我自己好中意嘅歌手泽田研二嘅。一阵间咧，佢哋会轮流同我哋讲声圣诞快乐噶噃。喺呢一首圣诞歌之后啊，嚟自山下达郎嘅一首歌曲，白色嘅唱片转出嚟嘅歌曲就系 White Christmas。Silent night, holy night
个山下达郎唱嗰首歌咧就系 White Christmas， 咁其实咧 White Christmas 咧就系佢 Side A 嘅一首歌，咁呢一首咧就有埋音乐配乐嘅咧就应该系 Christmas Eve 先啱嘅。好，我预备咗嘅日本朋友口信咧等紧你咯噃。Commercial Radio。Hi to all the listeners in Hong Kong. This is Yu Hayami speaking. Well, everybody, have a very merry,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And take care. Bye-bye. Lots of love. Yu Hayami. Hello, listeners of Commercial Radio. I'm Yoshie Kashiwabara.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Hello,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m sending this message from Tokyo, Japan. I miss you all in Hong Kong. 这位朋友是谷川新司啊。I hope to see you again in the near future. I send my warmest regards.From Merry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皆さんこんにちは。西条です。大家好吗？我是西条。今晚我好开心，中意你哋，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澤田健二です。皆さん良いクリスマスと新年をお迎えください。また香港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死ぬんで。シルクのハンカチを目につくところに結んでおいてくれ。ママにはならない時間をかいくぐり吐息でささやく。春の花園に生きて愛し死んで愛しどちらを選ぼうと夢に遊び罪にもだえいずれに出会おうと惚れたら女神さ自転自転あなたといる限り
嚟自 Get Jesus Wada 泽田研二嘅新歌咧就系、是、女神啦。咁啊头先咧轻微咁样透露少少呢个红枣白枣嘅嘢啦，咁就系、是、关于呢个红白歌唱大赛啦。咁佢讲做红白歌合战啦。咁红枣咧其实就我嘅朋友有石川小百合啦、岩崎宏美啦、五轮真弓、大月美亚子啦、荻野木洋子啦，今年就系初出场咁。河合奈保子啦、美中川中美幸啦、岩直子啦、小泉今日子，今年第二年啦，上年佢系第一次嘅。咁啊仲有小林幸子啦、小柳留美子啦、齐藤由贵啦、岛仓千代子啦、水前子清子啦、邓丽君啦、中心明菜啦、松田圣子啦、松原乐部亚啦、八代亚纪啦，同埋田雅贵子嘅。咁而白组方面咧，除咗头先我讲过嗰啲香港都好识嘅人物之外咧，仲有演歌派嘅，譬如话五木宏啊、大川荣策啊、北岛三郎啊、小林旭啊，咁啊仲有近藤真彦啦、泽田研二少年队，咁啊少年队亦都系今年第一年出场啦。咁啊管野洋一啦、千春夫啦、田园真二、Checkers、新潮谦子啦、细川高子啦、三波春夫、川田英雄、深俊一、山川丰、山本洋二同埋吉己三嘅，咁啊就系呢几位嘅朋友啦。咁啊而呢个齐藤由贵咧就非常之犀利啦，仲做埋呢个红组嘅司仪咁话啦。咁喺日本咧盛传佢而家红得好快，同埋非常之犀利。咁至于旧年，譬如话石川秀美、早见优、原田之世咧，今年就暂时冇得出场啦。咁啊睇下又要等下年有个机会啦。咁而安全地带啊、吉川晃司啊、CCB 嘅虎刺队啊、香月美咧，亦都系落选噃。咁而好多香港嘅西城秀树歌迷力咧，亦都系邓啊西城秀树唔低啦，咪落选咗嘅。好啦，咁啊红白组嘅嘢咧，讲到呢一度为止啦。咁有位朋友咧叫做何童啊，佢又想将呢一首《不化妆的间谍们》咧点俾一班曾经参与一个动画展览工作嘅人员咯。咁啊，同时咧十二月九号咧亦都系猫妖方淑妍嘅十八岁生日，所以顺便用呢一首歌祝佢生日快乐，青春常驻啊！猫仔变大猫咧，唔开心嘅嘢就抹咗佢啦。不化妆的间谍们将时间带到几乎八点半，所以我们又要转头再讲了。じゃあまた後でね。日本語寿司原宿歌舞伎野球アイドルこんばんはよろしく金庫继续同你们分享日本流行情报ただいま。好啦，咁啊，正话咧，我哋听过下一啲嘅关于红白嘅资料啦，咁亦都听过一啲啊关于圣诞，即系祝人圣诞快乐嘅说话啦。咁记唔记得有边几个啊？如果唔记得咧，阵间我再提醒你啊。而家带嚟呢一首歌咧，上个礼拜系第六位啊，今个礼拜跌咗好多啊。
小猫俱乐部咧，虽然喺日本大行其道，但系竟然喺红白都冇一个能够入选啊！好啦，呢一首歌咧就叫《沧桑回忆感话》。嗱，上个礼拜咧，我就记得同你讨论过啦，组织呢一个俱乐部啊，就当然就唔系小猫喵喵，就唔系嗰啲咁，就系呢个日本流行情报俱乐部啦。咁亦都收到好多朋友嘅信咧，就发觉好觉得呢个提议几好喎。咁啊，嚟自阿纯嘅提议，咁大家都几附和佢。咁但系咧喺未组织呢个俱乐部之前咧。我哋已经有活动要搞啦，希望你啊快啲写信嚟啦吓。咩活动？嗱，呢个广告之后再话你知啊。冇错，你听紧嘅咧就系商业二台，而家个节目咧就叫日本流行情报啊。咁咧就系咧有一个 video show， 有得睇呢个录影带噃。咁嚟自边个咧？唱歌呢个班朋友啊，亦都系今年第一年入到红白嘅三位好有型有款嘅男士，名字咧就叫 Sean and Dai。少年队吓，佢哋话请你哋睇 video， 咁啊只系能够招呼50位嘅朋友先到先得，快啲写信嚟啊！佢嘅 hearts。
少年队嘅其中一位成员咧，名字系而家是东山纪之啊，唱呢一首歌系 Hearts。我成日咧就话，诶啲朋友，哎呀，你讲嘢用下脑咧，我就话，诶唔系嘅，我用心嚟讲嘢，即系用心咧，即系冇修饰过咧，用脑可能谂得一啲好好嘅说话嚟氹你，但系冇诚意冇心都唔定噶噃。咁啊，至于我咧，我就唔系一个咁嘅人啦。我既然有脑，亦都有心嘅。系啦，咁啊头先讲完咧，请你哋睇呢个 video 啦。咁啊招呼呢个50位嘅日本流行情报嘅听众啦。咁啊日期咧将会喺下个礼拜六。咁只要你写信嚟咧，写上你嘅姓名、地址同埋电话啦，咁仲有你嘅身份证号码咧，咁啊好有机会噶啦。咁啊当然啦，就要先到先得啦。日本 Confidence 流行榜十大。好啦，时间咧剩翻冇几多，我哋开始我哋数嘅倒数十大啊。第十位咧就系、是、嚟自城之内早苗嘅《流冰的手指》咁，手指嘅其实意思咧就系信咁解啦，即系流冰的信。今个礼拜先入榜咁，占咗第十位，就冇上次咁叻喎。上次佢嗰、那个紫人花桥咧就喺第一个礼拜已经入到第一位噶啦。咁至于第九位咧就系、是、嚟自虎齿队嘅《恋人们的大道》啊。BLVD 呢个简写咧，即系大道咁嘅意思，亦都系今个礼拜先入榜嘅啫。第八位咧就系嚟自迪野木洋子嘅六本木神情派，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礼拜跌咗八位咁多咯，咪跌咗四位咁，所以成为第八位啦。咁而第七位咧就系新田惠利嘅秘密地看浪漫影画，咁上个礼拜咧第一位，今个礼拜亦都系跌啦，成为第七位。咁啊第六位咧就系 Kuwada Band 嘅 One Day 咧，上个礼拜第二位，今个礼拜亦都系跌啦，跌到去第六位。而第五位咧属于杉山清贵嘅一首歌啦，上个礼拜第三位，今个礼拜亦都系跌咗两级啦，而佢最高位置咧系第二位嘅噃。一首歌嘅名字咧就叫《最后的圣善夜》，傻啦，点会啊？如果系就惨啦，下年咪冇得放假，所以佢都系呃我哋嘅啫。歌曲来自杉山清贵的最后的圣善夜，那歌词有提到 Last Christmas Eve for you，
因为呢跟最喜欢的人呢就过了最后的圣诞夜，换句话下一个圣诞就不是跟他过咯。好了，这首歌呢占了今个礼拜流行榜的第五位，至于第四位呢就是中山美穗的 Waku Waku Sa Sa Da， 即是令人心跳。而第三位又是什么呢？第二位是什么？第一位是什么呢？转头啦，转头我就告诉你听下。有很多东西都值得介绍给大家的，譬如说日本流行情报啊。很多时候有些朋友说，喂 Kinko， 乜你夜晚做节目把声沉了这么多的？你知道做人真的很难的，高音一点啦，有气氛一点你又说我刺耳了。不是的，我是有心机帮你做的。小泉今日子。小泉今日子呢一首好轻快的歌曲啊，在枯树旁边拥抱啊，今个礼拜先入榜，亦都系占咗第三位，而第二位咧就系嚟自齐藤佑圭啦，嗰首歌咧就叫 May 啊 ，May 有三种解法，可以系月份啦，五月啦嘛，可以系人名啦，亦都系可以解英文嘅可以啊，究竟边一个呢？睇歌词嚟讲，似乎讲 May 系人名多啲噃。唔知你系咪叫做阿 May 啦？系嘅话呢，呢一首歌送埋俾你啊！会眩しい木漏れ日。
胡子嘅填词而作曲嘅咧就系 Mayumi， 五轮真功吓，咁中间啲和音亦都系非常之美丽嘅，嚟自齐藤有贵嘅歌曲，名字就系 May， 今个礼拜系第二位，咁至于第一位咧就属于背后被指责组啦，佢嗰首歌好得意嘅，就叫做What's up Adi， 咁呢一首歌如果解释咧，即系话譬如人哋柔道嗰啲咧，譬如点样得到一个叫或者阿啲，咁即系话咧可以得到一回啦，一个回合有五点，有五点嘅分数啊。咁所以呢一首歌咧，你话几难译咧？不过亦做技术取胜啦。嗰啲儿童剧咁样样，有种感觉。不过佢哋都系小女孩啊，嚟自背后被指责咗嘅歌曲啊，咁亦都系一出嚟咧就系嚟到首位啊。咁今个礼拜日本流行情又差唔多要散兵啦。每次到呢个时刻咧，定系觉得时间的确真系唔够嘅，真系。不过冇办法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好唔好？嗱，应承我下个礼拜再喺收音机旁边啦噃。Yeah， 拜拜。